在中心医院的医疗诊断是右耳骨头有问题，需要植骨。可是到了手术台上，把我们左边的给开了，开了以后发现挂的骨头不是好好的，你的骨头有问题，受理右耳手术。他们其中的一个医生给我们出来说，是你挂的是右耳的手术，我们给你做了，又发现左耳有问题，给你左耳也做了。上个月的时候呢，在医院的复查，这个医生说，那右耳的骨头长得很快怪好啊。我们挂的你听到了以后出来说，我这个骨头右耳的，那医生为啥先给我左耳开了？医院里根据我们说的这个玩意儿做了个调查，但是并没有否认这个医生有这个问题，但是赔付只给我们10万块钱。如果您不满意的话，我们可以申请调解，我们到时候也会配合您。双方都不能来确定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用第三方的途径来鉴定这个责任归于谁，这个赔偿金需要第三方来鉴定。